观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看这节产业快讯。那么界面呢，接获了夏普200万片的平板和变形笔电的触控订单，这是全球唯一量产金属网格触控并且开始出货的业者。相关产品的毛利有25%，再加上华硕近期开始大量出货，都有助于提升今年获利表现。